用歌声表达对老师的感谢，甲洞大爱幼儿园庆祝教师节，感恩老师的付出。感恩老师用心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懂事懂礼的孩子，也感谢老师给我们满满的爱。当你来动人的自弹自唱，所有节目安排都由家长和孩子们一手包办。老师就是要一根蜡烛，他牺牲自己照亮别人，然后你身为妈妈们的我们应该要有一颗感恩老师、尊敬老师跟爱老师的心。为什么要表演给老师呢？因为老师教导我们。孩子奉茶感谢师恩，小小举动老师红了眼眶，很感动啊，看到小朋友们都能够入场这么端正，然后当他奉茶的时候就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。除了节目，餐点也是由家长及孩子们来准备，就送礼也是孩子用心制作。开始觉得他们好像长大了一样，像懂事。当下就是我一切的努力，一切为孩子的付出，真的是值得的。所以我会再努力下去。简单温馨的茶会，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孩子心中扎根，也让老师们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大爱新闻王真莹、罗国聪，马来西亚报道。